929对我来讲，如果是要以食物来表达的话，应该是属于炸鸡配薯条，还有可乐。听起来吗？对，因为这蛮，因为这是属于比较堕落，然后比较垃圾的一种食物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就，但音乐是好的音乐啦，但是你前面讲那个你后面要怎么转，但是人的话就是都还蛮垃圾的。换我，我觉得比较像是什么咸蛋苦瓜之类的。为什么？不觉得吗 ？Why？ 咸蛋苦瓜，就是你说从音乐上面来讲，就不晓得，直觉就是一个咸蛋苦瓜，咸咸苦苦的。又不喜欢那个苦，但是搭起来好像也还不错。好难哦！好啦，反正就这样了。929像是一盘生菜沙拉，上面有一根很肥的山猪肉香肠，就是都很不健康。就是它听起来好像很清淡，其实它有一根很油腻的东西。藏在里面，你仔细听就会听得到的。我怎么办？我肚子饿。我929对我而言应该就是像我最爱吃的空肉饭。还有吧？没有，我最爱吃空肉饭。他最爱吃空肉饭。排骨酥呢？他大学早餐、啊、排骨酥。啊、对哈、哦，糟了。排骨酥也不错，空肉饭对。然后就是，不是你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你讲一个，他就啊，转的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。没有，只有这两样我最爱吃。啊、不然你再讲，你再讲一个、啊，像德国香肠就还好。啊，对。啊，好像也只有这样，他最着迷哎。可是那个鸡排啊，喷汁那个啊，他没有，但是我比较爱。欸、我要讲感性的东西。可是好，就超想吃的东西，通常吃多了都会变胖啊，或者是会身体不好，比如说胆固醇过高，或是高血压之类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很想吃的东西，但是吃的过程当中又不太敢吃。然后吃又觉得好好吃，可是吃太多了又觉得自己身体好像不太对劲了，这样子。他的意思以后一个月练一次团就好了，不能吃太多。好，这也不错，好像也不错。都是什么啊？都是什么食物啊？榴莲呐、啊，热量很高，然后。而且一开始吃很好吃，吃久你会觉得有点车车的，所以感情太浓郁的一个人。我已经想好志宁是什么了，控肉饭。不是，志宁是公馆那个有没有挂包？嗯，挂包偏肥。哎、嗯，的挂包。哎、欸，那个也蛮好吃的。对，我自己喜欢那个控肉控啊，他喜欢那个。对，那因为里面有控肉。嗯，它是偏肥的挂包。好的。拉粉应该很难吃。其实拉粉是很难吃的食物，但我想不出来。哦，其实炸鸡、薯条、可乐，那个就是感觉就是他的感觉。或是一个这么大包的零食，对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大辣过期的鸡排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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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就是一个 Costco 卖的超大包的那种薯条，咸的超咸的洋芋片之类的，我真的很爱吃，对，我每次去都会买一大包，超大包的，
所以刚刚是谁说我很难吃？靠！那所以我是要形容黄介嘛？对。那我觉得黄介就是像一个废轮胎一样。哦，食物哎，食物可以吃的，有人吃废轮胎啊？你必须要是很特别的人，有一特殊的天赋的人才可以吃得下黄介这样啊。但是如果你勇敢的去试的话。哎、欸，就发觉废轮胎里面装的是燕窝，哎，哇，很好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好脏的燕窝，所以他平常让人家觉得是个废轮胎，没有看起来，但吃的废，因为废下去发现是燕窩，因为是他说我很难吃，所以我说他是废轮胎，但是其实里面装的是燕窝，太没人补的。所以现在是开启一个互相攻击的状态，没有啦，就是你人不犯我不犯人。可以，大家可以讲这个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几乎没有不喜欢嘟嘟什么。我几乎没有不喜欢嘟嘟什么，完了，像神一样。但是我没有犯法，没有。我比较觉得会遗憾的，就是我倒遗憾哦，就是我觉得我跟嘟嘟会是像很久很久的老朋友，或是有一点点像兄弟的感觉。但是可能我的人的关系吧，我总觉得。就是他没有办法真的了解我在想什么，就是这是就我的感觉，但是他对我而言是一个几乎是完美的人。那个完美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他的所有的那些缺点其实都不是缺点，譬如说记忆力不好啊，大家常说他记忆力不好，但其实那些对我而言都不是缺点，那些是。就是，对，都是不重要的，对，不重要的。可是他的缺点，他对我而言真的让我有点讨厌的，就是他太讨人喜欢了。对，就是他不管到哪边都是很讨人喜欢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我是认真的，就是我会有点嫉妒，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像他这样子。好，换我了吗？嗯。基本上呢，我对吴志宁这个没有什么，不知道怎么。你不可以学我，你不可以学我，你不能学我的地方。有啦，我们两个还蛮常冲突的，可能是因为有些坏习惯很像，那很容易看不下去这样子。然后基本上呢，玩团呢会，因为太熟了，玩团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有点堵拦，因为你都知道彼此的那个毛病在哪里。但是如果不玩团的话，你要吃喝啦、玩啦、干嘛什么，你找他就对了。对，对，那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就有很多事情要克服。对，只要不要跟我工作，都会很 happy。可是没办法，你要弄同一个团。对，好了，那要准备了。哦，对，还要换衣服。所以是我们两个在台上吗？我们两个对。好吧，走，换衣服，总是要面对的嘛。我们要换衣服。好，换我们。我们这段有人会看吗？当然没有吧。然后 Robert 那时候要加入999，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 Robert 算是圈内出名好的鼓手，但是脾气好，出名好相处的鼓手，就是感觉那个，因为我第二张专辑有跟他合作过嘛，其实也是战战兢兢的啦，因为我觉得他是蛮有个性的，然后感觉讲话很容易得罪人的那种感觉，这样我说 Robert 那个时候啦，可是后来。其实练团练久了，我觉得根本也没有这么严重，就是他关于他很容易得罪人这件事，我一点都没感觉到。
我是说认真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蛮像的，就是其实我们想不管音乐还是什么事情，其实都想很多，也想得很周全，就是一个东西我们会把它想得很完整，然后会希望别人来试试看我们想的东西这样子。就我觉得我们个性蛮像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共同最大的优点就是都蛮热爱自由，就是不会去管人家在干嘛。啊，真的吗？有我一看，好吧，那我再讲一次好了。我不喜欢 rapper 这个，可 rapper 是没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呢、欸。你就随便讲啊，随便讲啊。对，不喜欢 rapper 的地方，因为现在他们就是要挑拨离间我们、啊 oh, 一下又嘟嘟不喜欢吴镇宇哪里，然后一下又不喜欢。可是 rapper 实在没什么缺点呢、欸。啊，缺点人缘不好啦！你这样讲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。好吧，那我什么缺点？啊、我真的想不出来，我不想要被他们挑拨离间。啊，是是是，对啊，黄玠有多好，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。哎、欸，最近很忙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怎么样？制作词。曲，录音混音，嗯，全包嘞，没有啦，录音混音找，然后还弹吉他，嗯，对，他不是缺点就是喜欢酸人家，很忙，太累了啦，太累了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好，黄玠，好。